那现在下路保持是推线的情况下，好像压得有点太深，并不知道 Kate One 就在三角草要直接走出来，冷酷进击往后，但还是被闪现的深渊铁矛勾到，疼痛打击晕住之后，马上下了点燃 ，Kate Dev 应该是在劫难逃，最后还把人头让给了 Arthas， 小右还能不能走？架起了雄心重盾，应该是有办法成功的靠减伤撤退吗？没有 ，Arthas Q 闪上去补了普攻，拿下 Double Kill， 中路的口油里也出事了，好一波出来，但暗黑破镜这里恐惧转好之后，居然还能再逃跑，来了吗？要碰撞了吗？但是波比目前只有五等，并没有那个加强一千距离的大绝。那克斯推完线之后，从上路直接走了下来，这条预示者先是由 Kate One 拿下，飞身走线进来，但是浩劫降临关注了两个人，又飞仙滑出去了，阿离开始对着 Widow 疯狂输出，反而这里是让 KCW 拿下两个人头，试着屠戮扫了一个空。但是最后是由 Kate One 一个破心者上墙之后带着预示者逃跑，坐下来吃龙的速度有点快， Kate One 有没有机会抢到这条龙？金的弹幕刷了下去，但好用重击就先拿下飞影，打在了是豪的身上，但守护的裁决敲飞的是纳蒂鲁斯，四射屠戮开扫，但伤害有一点点惨。那口油力这一波进场没有恐到很多人，反而自己先行倒闭爆炸了。但后面东泰又在新进行刺杀之后砸下了对方的口油力，但正面的阿萨也是遭到了 shutdown， 一波清再清到了哈口，给了应该没有伤害，应该吃了这条龙也丧失了自己的节奏，这边哎勾到，但加了雄心重盾，这波减伤很好，前方终极在敲飞，现在是后面口油力的恐惧，小右这个人头的落地是没有问题，路线还有点距离，预示者剩三千，但往前先勾，选择要千秒布朗姆吗？没敲到，进来恐惧恐到两个人 ，Kate One 终于是成功变身，又完全统一变成了布朗姆，之后第二段的飞影袭击接着破心者波比的倒地，预示者还有七百滴的血量，这个飞影袭击不知道有没有中，但再用破心者过墙克制，想要再硬捡预示者，好像真的拿到了，您可以看到差了一个棋子，精准弹幕第一时间刷的伤害还算是不错，口油力往前的恐惧，但是是恐了个空，正面跳冰河裂隙，反而是上野一起被敲飞，但进场的 Kate One 右边完全同意成功变成了布朗姆，克斯一个人在前面飞身走线，血回不起来，那他当下的反应是就像这个人一样很恐惧吗？没有吗？就没办法，就抓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就被抓掉了，你就被我说中了，不然你就没办法了，对啊，就是超左的空隙，赶快 rush 掉这条龙啊！但这个应该命中，哎呀，最后应该是东南飞哥拿到这条龙，飞影直接命中到对方，阿里进来之后是逼出了 final 的惊人，但正面两个前排已经倒地，闪现利用的是 W 技能，稍微是规避一下对方的位移，挡掉之后再一次的飞影袭击，被 KCW 用闪现躲掉。那么 Curse 还在继续往后撤退，有没有办法想要回头一剪？但破心者往前一斩，目标不是你，目标是你后面的 KCW。Curse 还能不能再剪？滴滴血，最后是被陨落王者之剑的剑尖插死一波的 Ace， 东南飞鹰队拿到了听牌龙，还顺势
以一换五啊。那么下路则是克斯跟威兆子的碰面。哦，你把你在人家脸上把 Q 敲了，我的天哪！那好像出事了，飞身走线上去之后疯狂捡捡，威兆子闪都没交就死去了。就等下一条龙再好好的把视野踩回来就可以。但这里小右好像是要被逮住了，强阳通敌直接下。雄心中灯架的位置终于是撑到了队友的赶到 KSF 正面扫射，突然冰河裂隙敲起了哈口，在旁边口尤里飞影击袭有命中之后进场秒杀掉了对方波比，再一次一个再飞进去逼出了治愈之后，小右的闪现也是往右闪，正面则是清到 Final 已经没了魔力，看起来刚把线给洗干了，开扁了开扁了，中路是只有三个人 TP 马上直接下了，空攻了，反而是口尤里的 TP， 但正面反而是逼出了阿萨斯的惊人之后，明文之是往前，但是被布朗姆给挡住，而 TP 下的嘉文跟着精准弹幕 KSF 第一时间就被秒，而且浩劫降临还关注了两个人，但是飞针走下来了，这里大的刀开剪了，无敌了，这里先是剪掉 Triple Kill 之后搭配 Final 的伤害，再带走了对方的哈口，